由前民进党党主席朱东山前主席带队来，用掌声的掌声来欢迎来的朱前主席，一个掌声。大机长。
咱这个保障的接下来啊，今年首先，一波万我已经把你们打工找到今年当中了。下面请大陆三地信赖台湾自由会的总召单公教来来恭祝各位，谢谢。大家进来，跟登机对台湾炮兵的红军，大家保安，大家好。而且吼，最近讲足感动的，而且大家登机就讲起来讲，哦，八十几年来，唔捌咧大风台要来，结果咧拢大家拢唔惊拢来。安尼就是当过年，接着中间后到大会，啊，啊一日交互电话，啊嘛打手术的拢来伫遮，勇敢的台湾人，大家赶紧拍好势。我们尊敬恁五万家户的蔡同。在前出现在大业团队来到人家以安吉他做人大概能点我能点我再来家安安大家无名无名为大家看的安来就是大人不娘大家来看的话话的人人才风日本的专利前后人大家的人有些好奇每四年都有总统的选举，因为咱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大清政府讲什么话，出来的人两个三个，一个讲中国叫伊来选的，一个讲无信任中华民国。安尼讲，要甲中国好谈，你想讲中国甲中华民国当作敢有当作独立的国家？伊都无承认，你要甲伊好谈？中国人是因家己人，袂使闯嘴，袂使放嘴，你要甲伊讲话，伊就变来讲。所以，若要选台湾的总统，你就要有担心，敢毋是？你可以担心。男性都是我兄弟，不懂的，不叫不叫，叫不叫？很高兴，哦，不念。你说，你这个哦，跟下下比你大，那个是过来的电台，小英总统代言团队，你对你来。打拼，大家拢有爱，伊有志向，把恁台湾不干不离的迄个公务员的架构来拍破，然后呢，重新规划恁规个作战结构，包括就讲以这点的事，恁台湾的国际的地位，唔慢。当然嘛，有像即嘛，大家全世界拢讲台湾，拢查台湾，拢台湾，台湾话，对不对？所以就安尼证明，恁个国防嘛增加，恁个国际国造嘛拢加强，加强国造速度成长，所以恁台湾因是个一个独裁啊，较自由个选择。恁台湾人若无做好的选择，会去做，甚至做奴才，比奴才更惨。所以选举一定要当心的，这个就是选举啊，哦，就到今天安尼。今日恁团结上力，我看到恁小英，哥哥蔡英文。
前三名哦，行，大家好，来看咧。啊，咱是谢谢蔡英文，阿舅郭炳荣先生，咱是的囝，拢在这来开门道歉，啊，小英支持，表示因为团结，团结上难，哦。虽然恁知影讲，恁蔡诶离婚之路，实在是受了足够不满，四平八稳，但是像讲即马恁台湾看到的民调，这是真怕，这表示啥？表示恁台湾人的政治。发生啊！
咱一定袂当支持，无台湾心的人对无？爱叫做总统了，伊想要规日也施政满意度拢也十几趴，所以咱改观了，咱选蔡英文，蔡英文出来做总统。在这几年的中间，蔡英文接主角过后，伊非常的不错，伊不管是伊当兵的军队内底，伊嘛老熟。如果高年台湾的这些工作，国际国造，国际国造，所以我台湾的国货也较便宜，啊，也经济方面，蔡英文不哈厉害，我台湾的经济一直发展起来，尤其是电子的经济，我台湾比这个科技好。所以，这几年台湾的经济下降就好了。按照一般的专家讲，讲台湾还佫有十年的好光景，安尼对不对？
就可以用国民党的政权可以。真是，真甲打破，安尼好。